BLACKPINK 不仅是顶级 K-POP 女团，在时尚界也是如此。四名成员凭借其一流的时尚触觉，被奢侈品视为真正的公主，织就以其优雅的美貌和风格著称，非常适合迪奥。每次迪奥举办秀时，智秀都会坐在前排，穿着最新系列的单品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迪奥 CEO Pietro Bulgari 曾说过，如果 YG 解雇了智秀，只要发短信给我，我就会接受他。因此智秀被称为迪奥公主也就不难理解了。珍妮被称为软件香奈儿，因为她与品牌的风格和氛围完美契合。珍妮坐在香奈儿所有秀场的前排，穿着香奈儿出现在杂志和宣传活动中。在巴黎的 Born Pink 演唱会上，珍妮也穿着定制的香奈儿。 Celine 也像对待公主一样对待 Lisa， 并为她提供了很少有人能享受到的待遇。 Lisa 乘坐私人飞机前往法国，与 BTSV 和朴宝剑一起参加男装秀，甚至 Celine 还派了保镖陪着她，把她当成了真正的女王。 YSL 一直对 Rosé 情有独钟，自被任命为形象大使以来， Rosé 参与了品牌的全球推广活动，特别是在2021年，总监亲自带着 Rosé 参加了 Met Gala， 轰动了网络。爱豆韩社 L 姐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